面对陈红、蒋勤勤、杨玉玲的颜值巅峰期，你觉得谁会更美呢？一、陈红，1968年12月13日出生于江西省上饶市，中国内地知名女演员、制片人。陈红年轻时明艳动人，笑起来既显温婉优雅，极具东方女性之美。有人说陈红是当之无愧的大陆第一美人，也有人说陈红是唯有牡丹真国色，有最负美名的大陆女演员的美誉。陈红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角色，电视剧《梅花三弄之水云间》中饰演大家闺秀汪子璇，94版《三国演义》中饰演风华绝代的貂蝉，《大明宫词》气度芳华的太平公主，皆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也是陈红颜值的巅峰期，她的美貌足以胜任四大美女之一。二、蒋勤勤，1975年9月3日出生于重庆，国内女演员。蒋勤勤年轻时的颜值也非常的高，她始终给人一种江南女子温婉灵秀、淡雅脱俗的气质，是继陈红后大陆第二代的第一古装美女，同时也是琼瑶钦定的经典美女。琼瑶惊艳其美貌，评价她为清柔似水，灵气逼人，取一名水绿。蒋勤勤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角色，1996年电视剧《西施》中扮演楚楚动人的西施，1998年主演《苍天有泪》中温婉柔弱的小玉凤，后来在《康熙微服私访戏之八宝粥记》中与康熙邂逅的女子朱云巧，直到《还珠格格三》中的饰演夏莹莹。有传言说这个角色也是为蒋勤勤量身定做，可谓是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，她美得如同画中人。三、杨玉莹，1971年5月11日出生于江西南昌，她自小就是美人胚子，特别笑起来眼睛弯月一样。杨玉莹5岁登台，6岁专业学习声乐，13岁央视获奖，18岁考入省歌舞团，后来随老师吴颂金去广州歌坛发展。杨玉莹长相甜美，只需美目一回眸，那鲜花便绽放万紫千红；只需单纯稍开启，那黄莺便婉转珠玉佳音；只需蛮腰轻摇曳，那翠柳便漂浮春风几度。最令人难忘的是杨玉莹那双含情脉脉的眼睛上柔情似水，令人惊艳。杨玉莹是华语乐坛甜歌天后，有第一玉女的美称，她曾出演电视剧《外来妹》的主题曲及《月亮船》，因为有你全国热销。从90年代出道至今，杨玉莹20多年未变的玉女形象已深入人心，她是才华横溢、内外兼修的实力天后，人们心中永远的甜歌皇后，更是真正纯天然的绝世佳人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